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チェン台湾学校のチェンと申します。本日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月額2000件の受講者応対のコースはまたお申し込み可能なんですね。で、もし、この記事の、音読を聞いて、興味があったら、YouTuber の下に、概要欄のところに、お問い合わせ先書いてあるので、お問い合わせしてください。もうちょっとより詳しい、この記事の内容に関して、関する説明が、お送りするので、お問い合わせ、興味ある方はお問い合わせしてください。で、物事の背景、過去の事情や文化から、なぜこういうことが起きるかっていうのを、詳しく説明していくので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なので、今回の音読を、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。はい。口罩统一调度，人缺货，指挥中心实名制演绎中。因应武汉肺炎带来口罩荒，政府先是寄出征购令及限购令，盼人人都买得到，避免囤积。无奈口罩仍是一到货就被抢购一空，指挥中心今天坦言。实施实名制是可能解方，细节还在研议中。因应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、武汉肺炎疫情引发的口罩荒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1月底宣布全数征购国内口罩，每天约400万片，每日释出约260万片到各大超商、药局、药妆店供应民生购买，每人每日限购三片。指挥中心此举正是希望避免囤货，让有需要的人都能买到口罩，并不断重申，目前国内武汉肺炎并没有出现社区传染，只有看病、陪病、探病的时候要戴，有呼吸道症状者应戴口罩，有慢性病者外出建议戴口罩。但口罩仍是一到货就被抢购一空。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应变监测官庄仁祥今天受访时表示，武汉疫情引发民众恐慌，纷纷抢购口罩。刚好春节期间口罩工厂没上班，才会导致缺货的状况，认为只是假性需求。春节过后，口罩工厂已陆续复工，希望下周能持续补货，恢复正常供应。媒体询问指挥中心是否考虑仿效新加坡，采登记者身份证统一配送，或以口罩券等方式发送。庄仁祥说，近期已多次开会了解各国做法，认为实名制是可能解方，细节正在研议当中。开学季在即，许多儿童口罩仍是一片难求，今天有公民提案通过，建议行政院统一购买儿童口罩，在适当时间配送到学校每一位学生手上，以减少家长买不到口罩恐慌。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说，目前国内儿童口罩每日产量约30万片，但经了解才发现，同一条口罩产线每天仅能生产20000多片儿童口罩，若生产成人口罩，可生产多达150000片，差距很大，因此暂不考虑提高儿童口罩产量。儿童口罩产线产能比成人口罩来得低。陈时中强调，原则上希望有生病、身体不适的孩童在家休息。至于整体儿童口罩如何处理，教育部、经济部还在讨论。武汉肺炎造成国内口罩之乱，据中央社报道，行政院苏长苏贞昌经拍板，2月6日起购买口罩将采实名制，民众需持健保卡在全国6000多家健保特约药局购买，每人在7天内限购两片，一片降价为5元。行政院官员指出，因应健保系统与物流系统整合，明后两天将停卖口罩，
也就是今天晚间12时起，便利商店与药妆店等原本的通路将不再贩卖口罩。6日起在健保特约药局上架。口罩实名制上路，凭健保卡向健保特约药局购买。一，每人一天限，每人一次限购两片，七天内只能购买一次，两片10元。二，医生问证末一码，购买日期规定如下：奇数星期一、三、五；偶数星期二、四、六；三，星期日不限身份证字号，只要健保特约药局有营业即可购买。四，代购一人仅能代购一卡，并依购买日期规定购买。五，每日每个贩售点成人口罩200片，儿童口罩50片，但会依实际产能调整。零是奇数还是偶数？口罩实名制分流，卫福部小编激动解答。行政院昨日晚间拍板定案，将于6日开始实施实名制。为了要分流购买人潮，政府采身份证字号最末码奇偶数分流，没想到竟引发网友热议。零究竟是奇数还是偶数？卫福部脸书粉专也在一小时内更新图片，并在留言区不断解答零是偶数，逗乐不少网友。武汉肺炎疫情延烧，台湾民众人心惶惶，纷纷抢购口罩。行政院昨晚公布口罩实名制实行办法，卫福部脸书粉专也同步发文解释，其中为分流人潮，身份证末码号单号者可于每周一、三、五购买，双号者于二、四、六购买，周日则全民开放。结果有网友质疑问：零是奇数还偶数？留言在贴文下方，让卫福部小编也快动作，在一小时内，大约晚间十点左多更换图片，并在文中解答零是偶数。除此之外，小编更在留言区刷一排零是偶数，生怕有民众没注意到更新资讯，让网友幽默留言回应。网友在留言区留言：“小编别激动，崩溃了。”好啦好啦，零是偶数，但你是不是该下班了？数学老师在哭，超激动的小编辛苦你啦。不过也的确有不少网友不知道零是偶数，我刚刚还在因为零困扰，感谢，感谢啊！我还去翻数学课本。嗨，以上です。で、もし、この、文章について興味があったら、もうちょっと詳しく説明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のがあったら、お問い合わせしてください。はい、以上です。お疲れ様でした。